Good morning, Jesus！耶稣教赞兄弟姊妹，大家晚高早，拜六日早起，咱做个三甲来思考雅各书第一章26节。老人抓住家己敬虔，却无约束伊个嘴子，反倒当欺骗家己个心，这个人个敬虔是假。随从家己个感觉，我相信这是上容易做个代志。当有人得罪咱、激怒咱个时阵，咱要受气嘛真容易，但是咱需要超人敬虔。这段圣经帮助着咱，让咱会当知影咱究竟是有敬虔也无。因为圣经的内面甲咱讲，必须爱约束着咱家己的嘴子，意思就是咱对心底所欲讲出来的话。当别人要和咱歹看，毋过无要紧，咱阁依然会当坚持着原则，知影上帝咧为着咱前进的时阵，咱就会当继续享受对上帝遐来迄个。丰富的人生，有真侪人因的人生亲像粪扫车，规工内面拢是挫折、失望、受气，等到这个粪扫满的时阵，就要找所在来倒，都倒伫你的身上。如果你若无都阻挡着别人来倒伊的粪扫的时阵，那安尼你都唔通献出着伊你家己的过来，因为安尼别人则无法都倒入伫你的心的内面，你也未必安尼来应用。健全的人。未和粪扫者破坏着因的心情，那有人要将因的粪扫倒伫你的心情的时阵，你未被激动生气。我就等最后，咱伫上帝一听中间，会当接到你的话，会当来抚摸，也像是安慰着对方。兄弟姊妹，地果虽然小，但是愈小的地果会当滚愈紧。当一人生气的时阵，就会当判断着伊的心胸有偌宽。当你内心的中间有耶稣遐来所享受的平安，那安尼你的情绪就未受到外在的控制，反倒当你是受到上帝的灵力管理。那有人得罪你，情绪甲你讲，你就要甲应当去，你就要甲这个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的时阵，兄弟姐妹，这无需要拼价超人，迄就亲像一个无受控制的未共款。但是当你若知影有上帝的灵力管理到你的时阵，那安尼。你就要注意留心你所讲出来的每一句话。你若有能力来控制着你家己，那安尼你就会当有上帝的形象甲品格伫你的身躯顶面活出来。所以，互咱一生唔通毁伫别人的手中，咱家己最主好好管理着咱家己的嘴子，阿头来祈祷，特别来到你家己的面前，求你帮助着阮讲应该讲的话，你对的时也会当来做对的反应。帮助着阮控制着阮家己的嘴子，因为阮知影舌头是百体中间上细，却是毁坏性上大的。恳求你会当给阮做一个忠心的管家，感谢你，奉耶稣名祈祷，阿门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愿上帝赐福你，加你的一家。